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会使吗？可以的吗？好 ，OK。啊，我要行过，敢会使？哎、欸，我敢跟你翕无哈？啊，因我有惧高症，我会惊哟。要跟妹在空中合影了哦、喔。你看这个多浪漫，这妹唔在，给她保护我，笑我晕呢。妹，你要给她保护哦。然后你行过，紧。哎、欸，我足惊摔落去，啊，你哪袂惊啦？那我镜头要转过来。我不行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安尼得英语，我真系晕呢。啊，你不会晕哦、喔？我不会。你不会就是站着这样风这样很恶心吗？不会啊。啊，你从哪边来的？我从台北。啊，你台北？啊，你是塞车来哦、喔？对啊。欸、我要蹲下来，我跟你采访。啊，你哪知影这啊？要不然我站着。我不要入境哦、喔。啊，但迄条一挂不要紧啊，迄条口罩不要紧啊，安尼会使啦哦，因为它背光嘛。啊，你是怎么样知道这边的？Google 看嘉义哪边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嘉义住了快40年啊。我们刚刚在直播啊，人家说他有来白水湖，我想白水湖到底是什么？一公里嘉义人，你们猜？我马上端播，马上过来拍这个 vlog， 想说台北就专程过来，我没有拍，哇、哦！但是我今天很有成就感呢，谢谢啦。哎呀、啊，好，啊你行好哦哈。好。哎，啊你塞车啊，当日来回哦。没有。啊你唔穿衬托，我衬托袂记扎呢。哎、欸，我后边来打啊，这骨无啊？哎、欸，会。这真正足骨的哦。会。哎、欸，真正足骨的呢。哇。不要学，阿是，唔知帮人，然后帮我看呢无？哎呦，你真好耍呢！来哦，我真正要行哦。我揪三个啦。无，因为我这嘛是穿脚踏子，啊，我顺便帮你拍进去，因为那个戴口罩也没人知道是谁啊。这里要你看的，这个是一个回忆啦。我叫做白同学，是好人呐。好。今天晚上就要上片了哦，真的哦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哦，感谢你陪白同学这样浪漫在海边走。你是白同学一生当中第一位正妹这样跟我在海滩走的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感谢你大方接受我们采访，谢谢。拜拜，晚上7点就开播了，白同学，拜拜。做开心的呢，你干咩？应该我爱行去呢。